大家觉得说我们要改变，没有要变啊，唯一不变的就是不也熟悉的三金最对位，气死啦！哎，奇怪耶，他们可以嘴求我，就不能嘴求他们？如果你觉得今天我嘴求的话，你可以嘴求回来啊，你的嘴就是没有我求，所以你就是嘴不过别人，你就打人 ，loser， shame on you。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呐、啊。就是言语游戏其实很简单，对啊，你谁先生气，你可以骂我，我骂你，谁先生气谁就输了。你觉得我骂你，那你为什么不骂我？哎、欸，要翻脸咯、怎么咯？哎、欸，要批评咯，哎、欸，这样子不行咯，而且生气咯，说真的，在意咯。你知道像我们啊，我们都是讨论公众人物嘛，公众人物可受公平嘛，我们也不会没事的，就是去酸一个路人、假路人乙之类的，所以我们讨论的都是公众事。也就是你说的政治这些的，我们都是在讨论公众事、right。 如果说我们今天讨论公众事你都认为是嘴臭的话，那大家都闭嘴，以后看到每个人都说哦，感恩师父，哦，师姐好，师姐好，好好说话，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？是大家就开始诈骗了嘛？反正没有道理，没有道理，人别人嘴求我们不能求吗？为什么别人嘴求我们不能求？别人说谎我还不能够戳破他的谎言，为什么好好说话你嘴求你戳破他的谎言揍你？对，这就是你们的逻辑耶。你到现在你睡得着吗？吃得好吗？哎，我说真的，就是事发的当下，我大概有两天的时间哦，几乎真的是吃不下、睡不着。我讲真的，虽然你们现在看起来觉得说，哦，你好像满血回归了，可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虽然我现在内心还是感觉害怕，但是我还是要生活下去啊。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你很难够理解说那个内心的恐惧指数有多高，因为你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是你甚至不敢一个人出门。我本来是自由自在的，就是一个人走来走去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一定要有人陪我啊，所以你的自由其实就是被限制了，然后确实有影响到我的情绪，但是我今天睡饱之后就是心情好了非常的多，就现在也比较勇敢一点的啦。因为我一直在想哦，是因为我们调适能力真的算好，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是其他人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那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不会好的感觉。你看在我家埋伏两个小时只打到我一个，照你们讲的暴力 OK 嘛，去政论节目门口嘛，拍一台车嘛，埋伏嘛，好不好？而且还不用等哦，他们下班时间很准时啊，你直接去，业绩超好的，合不合理？怎么可以宣扬暴力呢？各位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言论自由这件事情，这也是我们在捍卫的事情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天天就要接受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